高晓松啊，前阵子参加了人民日报的直播活动，受到了网友的极大欢迎。广大的网友用简短质朴的语言亲切地问候了高晓松老师，网友们热烈地对高晓松说滚。结果活动啊是被骂到直接断线啊，那惨烈的翻车程度啊，估计连高晓松本人做梦都没想到。高晓松这个人啊，1988年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之后开始玩乐队，哎，学习荒废了，他自己也没兴趣了。五年的学制念了三年就退学了。退学之后的他呀，又想靠关系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，结果还是没考上。最后呢，一个从大学退学的人靠着风靡一时的校园民谣走红，你就说这事儿多有意思吧。高晓松啊也算是个知名的公知了，他讲的东西啊听着好玩，但是有真有假，经常是夹带私货呀。十年前还能靠着信息不对等忽悠忽悠年轻人，现在还想用那一套东西忽悠人，可就根本行不通了呀。其实他的风格就是老北京的侃爷，任何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、胡同大爷都能和他一样侃侃而谈，这是典型的老北京风格。但是高晓松这种崇洋媚外、拿着美国护照还必须在中国捞钱的人，天天啊拿个扇子在这装文化人，打开扇子上出四个大字啊，是人丑心坏呀。对于高老师这种野兽派、鸡巴毛长得下巴磕的文化人啊，磊哥就得换上北京话说说高晓松了，看看磊哥这京片子怎么样。这高晓松啊，你妈逼，抽你丫那操性，跟你丫死磕。高晓松你个孙子玩意儿，长得跟他妈前列腺肥大一样，呸，欠脆的玩意儿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啊。咱们继续。2020年国家减少对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两所大学的拨款，一共减少了近20亿人民币啊。这是为什么呢？网上现在是一边倒的骂清华和北大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清华建校的历史源自于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，美国用清朝多给的钱建了一座学校，还要求清朝多为美国送留学生，这所学校就是清华大学。去往美国的留学生就成为了学校的一大光荣传统，这是美国佬啊100多年以前就布下的局啊，这是让中国的顶尖人才流失，让他们接受美国的思想，变成死心塌地的亲美派。清华里可出了不少恨国党跟公知啊，比较著名的像蒋方舟，当时利用各种加分关系考进了清华大学，还是特招的，结果进去了就力挺黄之锋。还有清华孙立平这个孙子，张口闭口说网友是小王八蛋，是傻逼。包括呀刚才说的高晓松都是一个德行的。高晓松的粉丝最喜欢骂别人的话就是，人家高晓松是贵族出身、世家子弟，你是一个什么东西？从清华的这些公知的嘴里呀，你就能感受得到，他们总是自认为高高在上，总是高别人一等，其他人都是贱民，都得听他们说话，都得听他们的思想。我去你妈的吧，清华的所有公知有一个算一个，都给我跪下，还得他妈唱征服。就这帮狗卵子玩意儿啊，真是裤裆踹黄瓜逛窑子呀，那是震荡自己行了呀，呸。曾经有美国的教育专家说过，只要我们引进中国的留学生，我们就能控制住中国的发展。清华北大这么多的学生跑到美国，你要跟我说没有美国的渗透，那才见了鬼了。以前西方国家是卖鸦片，哎，现在可倒好了，卖民主自由，连个实际的产品都没有了，那是狗掀门帘子呀，天天就拿嘴对付。经过这些年，我想大家都应该看清楚了西方的本质了吧。这帮玩意儿啊，就是把海盗的衣服脱了，哎，独眼龙摘下来，斧子收好了，点点这个卖鸦片跟贩卖人口黑奴赚的钱啊，高高兴兴的把手上血都洗干净了，哎，换上贵族的衣服了，自称是文化人、文明人，改推行民主自由了，
哎，这帮玩意儿啊可真他妈坏。说到这儿啊，我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上次澳洲那华人群里啊，哎，群主也是一个穿着清华大学 T 恤的人，国家培养你们就去当他妈牧羊犬的一群贱逼玩意儿，这腿啊打上石膏都他妈是软的，贱狗玩意儿。就这帮傻逼玩意儿还经常说别人，哎，只要你爱中国，你就是哎被洗脑的人，你还留着清朝的辫子，我去你妈的吧，见到洋人下跪腿软才是他妈留着辫子的人呢。呸。下一条，著名作家湖北作家协会前主席方方老师于昨天啊，不，时隔五天，他是终于发了微博呀。这微博的内容啊，就差卷帖日娘了，用词都快赶上我了。方方老师就这样疯狂的骂网友啊，还有他的朋友给方方老师留言道：“方方老师的文字读起来有一种走在乡间小路的感觉，非常的优美宁静。”这俩人啊，好有一比呀、啊，那是裤衩有水呀、啊，是鸡巴老式啊。就在今天，哎，川普戴上口罩了，你没听错，我也没看错，他终于戴上口罩了。我觉得呀，川普这波操作真的是太妙了，太棒了。先把自己的支持者那帮二傻子忽悠的是一愣一愣的呀，天天让支持者用命和新冠硬刚啊，然后自己哎突然戴上小口罩了。这波操作咱川大呀，那可是杀了他们支持者一个超级三炮怒目金刚，牵手成功之无敌铁板脚，双手专插回马枪啊。川普大爷这波操作啊，哎，那可真是太妙了。您说这帮二傻子们怎么办？戴不戴口罩？戴口罩那怂了呀，不戴口罩继续硬刚。美国的确诊病例可都324万了，这再涨几天都快赶上福利彩票的头等奖500万了，好嘛，这可真是太刺激了。在美国的华人同胞们一定一定要坚持住啊，苟住就是胜利，千万别学那帮二傻子们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天天出门不戴口罩出入公共场所，最后啊是嘎嘣装袋啊，俩眼儿一翻，小腿一踹，直接就归西了。我看这帮人啊是癞蛤蟆放烟花呀，长得丑玩的还挺花。下一条啊，有自称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员，他叫严梦丽，在美国说自己啊当时研究新冠病毒人传人是他发现的，被政府威胁然后逃到了美国，结果啊被香港大学是直接打脸啊，这人根本就没在学校研究过这个事情。我觉得挺好，正好让他呀在美国研究新冠吧，来龙去脉最好都搞清楚，为人类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，然后第二天大卡车咔就压过去了，万幸啊人死了，这美国 CIA 的常规操作了吧。后面还有几条啊，咱加快速度。川普攻击民主党是社会主义政党，拜登是激进左翼分子，现在的美国高层领导人啊是互相骂对方是社会主义啊，看来啊真的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呀。德国外交部长召见了我国的驻德大使，对香港的国安法表示担忧，外交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干涉他国的内政。你德国敢担忧美国的暴动吗？自己国家都快变成德意志斯坦了，被穆斯林收拾了那是服服帖帖呀，还有心担心中国？按照现在的人口置换速度，最多20年的时间，德国人就要变成少数民族了。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他说啊，美国承认台湾独立就是对中国政府最严厉的惩罚了，那他们倒是快点啊，我们可都等不及了呀。放十几年前啊，中国老百姓还关心关心台湾，看看台湾的偶像剧，听听偶像唱歌，看看综艺节目，关心关心台湾的政治。现在的中国人哎，对台湾这个青蛙岛是一点都不关心了，我们只关心一件事情，什么时候武统啊？就台湾那些草莓兵啊，哎，前些日子又丢人了，1米5的浅海竟然能淹死3个台湾的精锐士兵啊，真的是青蛙士兵啊，见了海水就活不下去啊。看来啊台湾的精锐部队
就只能在游泳池里训练了，绝对不能出游泳池。我看他们呀，好友一比呀，那是光屁股推磨呀，是转着圈丢人啊，光屁股坐飞机呀，是丢人都上了天了，光屁股照镜子里外都丢人啊，光屁股开门啊，是丢人丢到家了，光屁股上吊啊，是往死里丢人啊。哎，我怎么会那么多光屁股俏皮话呢？看雷哥这文案啊，也都出神入化了。蔡英文啊会见了加拿大的驻台湾代表，结果加拿大代表啊非常轻浮的翘起了二郎腿，还嘚瑟，哎，还抖了。蔡英文这边啊是哎毕恭毕敬的坐着。哎呦我操，这小英你是怎么了呀，见到美国的狗都要低三下四的，本来台湾自己认为啊是美国的狗，还得自己买狗粮，结果呀美国的狗二鬼子加拿大可都在蔡英文的头上作威作福了。哎呀，连狗都不如啊，我都替蔡英文感到丢人现眼啊。蔡英文啊，我看这就是光屁股退磨呀，这也跟着转着圈的丢人啊，我都觉得丢人。哎呀，丢人丢人现眼，我这光屁股的俏皮话都说不下去了。最后一条啊，今天早晨就在几个小时之前，唐山出现了 5.1 级的地震，天津北京都有轻微的震感，当时电视手机上都出现提示了，这庚子年啊是真心的乱，各位同胞一定一定要坚持住啊，能顺利度过就算咱们的胜利呀。以咱们中国人这坚韧的性格和务实的做事风格，我想肯定没问题，把别人熬死，你就是老艺术家呀。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，咱们下期再见。